如果歌曲间奏有天花板，那么哪首歌才是你心中的 number one？ 第一首《安和桥》，都说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喜欢《安和桥》的间奏，但至今都没有答案。第二首《可惜没如果》，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，莫名感到好心碎，好遗憾。第三首《起风了》，有人说这首歌唱的是青春，也有人说唱的是爱情，但我们还是怀念2018年那个夏天。第四首《雨下一整晚》，旋律哀怨悠扬，直击人心，简直就是中国风歌曲的天花板。第五首《后来》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。第六首《海阔天空》，这首歌的前奏、主歌、副歌、间奏都变成经典，那么它叫《海阔天空》。